喂，你们这么游过来游过去，游过来游过去，有什么意思啊？比赛一场，哎，让他们两个比赛一场怎么样？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，老三可是校际联赛的游泳冠军。切，懂不懂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呀？啊，看这身材，这一看就是天生的冠军坯子，有没有？身材，啊，梅哥。 你果然是慧眼如炬啊！那当然，美人师兄，有人夸 KO， 你怎么这么得意啊？<笑>要你管？来一场，请。One two， 来吧，下注！我赌大神，我赌 KO， 我当裁判。好，来吧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 预备，开始。 One, two, three. Give me some. 老三获胜。嗯，美人师兄，我赢了。不算不算，再来一局，我一定赢。还来啊？再来一局。不赢的话，我没心思上课。好，预备。 啊！我居然又赢了！你没赌我赢。我本来是想赌你的，可是美人师兄先压了你，我只能压 KO 了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放水了 ？KO 说，他赢了才有心情烧烤。哎，他这是生气了。是啊，你居然不信任他。 你快去劝劝他，他要是不给我们烧烤怎么办？快去啊！包在我身上 ，KO！ 哎，做好了，来，鱼好了，鱼来喽！哎，真凶恶狠啊！哎，我真心觉着。 KO 当程序员啊，就白瞎了。他呀，就应该当一个烧烤店老板，绝对比现在有前途。对，对呀、啊。
没错没错 ，KO 师兄，你还是做回老本行吧。不行。哎，老板，你是不放人吗？在外面吃太麻烦，可以在公司弄个厨房。老三，你够狠啊，这可叫一鸡两吃是吧？梅哥，人家都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这是要把人厨师给吃了吧？鸡腿儿，我在看我的鸡腿儿。KO，你烤的太慢了吧？哦，鸡腿来了！哎，鸡腿来了！哎，我的鸡腿！我的鸡腿！哎，我听半天了，这都快跟我姓了，我的鸡腿！保护下，保护下。这个鸡腿姓肖了，叫肖贝鸡腿。嗯，不错不错呀，这好鸡腿。拿了，你们这些坏人。我这么壮硕，我一个鸡腿都没抢。你们这群人是看见吃的武力值爆表了？不是 KO 你烤的太慢了，还有你们太没有秩序了。我建议咱们定个规则来分配。哎，不如我们靠实力，石头剪刀布，谁赢谁先吃。那叫实力吗？那叫运气。再说了，石头剪刀布那么快，玩一百把，这一个鸡腿没烤好呢。就是，哎，我有个建议啊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可以去倩女里 PK， 大家都有账号呗，对吧？谁赢了谁先吃，这总靠实力说话了吧？游戏宅男，你跟我真人 PK 啊？怎么真人 PK 啊？三嫂还在这儿呢，你看她那贪吃样，不带她她能乐意？这时间我要 PK， 我要跟大婶一组。嗯，提醒我了啊，玩游戏不能带老三。要不然鸡腿全没得吃了，就是，同意同意啊。那我吃什么？你可以让三嫂帮你赢啊。就这么定了，赶紧走去。哎，大家都不带一个服务器，怎么打啊？这样吧，都来我们服，然后用我们的号，我来统计战绩，轮流 PK。我要用大神的号。行啊，三嫂，要用自己不熟悉的号。地狱无门，你偏来一闯，你是自寻死路啊！还没玩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会输啊？来一把。一个鸡腿，再来一局。我站住，知道。你站住，知道。我不玩了。哎呦喂，只要大神动动口，你就不敢打了。哎，我说愚公，你这一眼就被看穿了啊！好羞耻啊，愚公，是不是男人啊？闭嘴！来就来，来。定风波，魂罗衣，水云游，跳上比武台，秦平乐嘉许，服务区胜。哇塞！乌云居然能跟上肖哥的速度啊！哎呀，有人要挂喽，要挂了！生生版，黄鹤照必输。哇塞！鱼半山。扣一个鸡腿，怎么还扣一鸡腿啊？当然了，不是你输给两个人了？混蛋，我打死你！我扣一鸡腿。